是鞋架哎、欸，阿贝发现了，阿贝你看我的，不想要，那个是鞋架、欸，你可以在穿那个牌子的，你年轻了，小叔的，对呀、啊，你要抓鸟，你要这里才有用，晋级的小乖。怎么没有动了？嗯。动饿，怎么没有动了？嗯。动饿，怎么没有动了？你会怕恐龙吗？动，怎么踢到屁股了？动，怎么踢到屁股了？动，怎么踢到屁股了？哎呦，你是小乖呢，你喜欢吃香肠吗？啊，你不喜欢阿公的香肠哦。哇，啊，踩到我的脚了。啊，你是恐龙哦。啊，咚，要踢到屁股了。要轻轻的，好吗？我们再玩，要轻轻的。我怎么掉出来了？掉出来。哦，那你会组装吗？会。你会组装这个鞋架吗？啊，这样，咚。那要去看恐龙洞吗？哦，那拿那个恐龙给你玩。那一个。恐龙的，你用这个恐龙的，他就不怕小自然，他是大自然就会。哦，一个鬼头功啊！咚！啊！你怎么踩到我的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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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乖乖呀，小乖要这样，这样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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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乖，你在里面帮你包起来，变成寿司。我心意又在吃那个太甜了。那是哪两只啊？五告冰耶。拿到 Costco 的卡就失心疯了。他之前好像也不想 Costco， 因为他就不妥，因为他大分量。对啊。小乖，小心，阿姆在你的后面。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卡，然后后来有卡就不一样了。不是吗？哎，哦对，那个卡可以再分出来吗？还是不行的？只可以请一张。哦，因为大哥有在问我说。那你们的应该也可以请一张副卡。没有，我的是我姐的副卡。哦，副卡不可以再请副卡。啊，不行啊。哎、欸，你要主卡才可以有副卡。那你要主卡，那你就找我姐讲。找我姐讲，因为他是大富，他是他嘛，然后那个钱可以